娱乐转圈圈，明星快报报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柔。世界观 news 讯玄彬和孙艺珍自今年年初认爱后，已多次传出婚讯，更有指玄彬去年12月已搬入价值48亿韩元（约3400万港元）的新居，未知是否与结婚有关。日前5月30日，就有自称电影公司人士在爆料，表示玄彬和孙艺珍将于明年结婚。自称电影公司人士报玄彬和孙艺珍将于下年结婚。网上图片，根据相关人士透露，在拍摄场地得知玄彬和孙艺珍结婚的消息，有指玄彬为了专注准备婚礼，特意空出下年的行程，令二人结婚的传闻再一次成为话题，甚至登上微博热搜。但双方经纪公司则没有回应。消息传出后，大批粉丝留言祝福，表示期待。加上玄彬今年的确把行程排得相当密，因此网民都觉得可信性颇高。有指玄彬去年12月已搬新屋。网上图片，编辑。张一佳，这篇报告完了，顺手点个赞，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，谢谢。